欺骗。我如果有那个战友平台，兄弟，我天天直播赚油给你们看，好吧，大哥。老铁，老铁，双击666送个超级火电，我直接给你们挖石油，直接是这样直播抽油，大哥。每天直播，每天直播就是随机抽取，随机抽取一个幸运观众，啊，送一桶石油是吧？那为什么这样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迪拜那边有没有土豪开直播？啊，今天那个吃鸡了，这把吃鸡了，我就幸运就是抽几个幸运观众送兰博基尼一台。那太有钱了，大哥，每天送兰博基尼怎么不住啊，大哥？送辆摩托车差不多。我觉得他们怎么夸都夸不完吧。他们应该是夸不完的，好吧？我觉得这辈子他们都夸不完了吧。那太变态了。随机抽一名幸运观众来钻油平台上干一年苦工。太牛逼了！啊，机甲，舒服，烟雾弹，舒服，好，五，有点装备了啊！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抽工具有单倍带一个啊！带点 M 四配件，感谢 okay, 感谢，没问题，牛逼啊！找到了，一定给你，江老师。周哥还是牛逼。杨老师还是牛逼，你们最牛逼。周姑娘天天跟我约竞技场，从来就没见他在。那个陈可爱充了那么多钱也不上线了，三三充那么多钱也不上线了。会上的，会上的，别怕。说好一起打竞技场的，就我一个人在打。他们充钱是买皮肤，买时装是吧？买时装。玩了三天，充了3000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我中国人还有点影子，好吧，没事上一上。妈玩意充3000呢？他想充，其实可以，就是正常的话，15块钱可以玩一个月。月卡吗？月卡、点卡呀啥的都行。老便宜了，剑网三。不要再刺激江老寒了。什么？刺激我啥？月卡钱我还是出得起的，好吧。啊，老姜开始走上氪金的道路。那不可能，我剑三我不玩，我原来玩魔兽世界的，我怎么会去玩剑三？剑三年轻人比较多，魔兽怀旧的比较多。那是个相亲游戏，全是妹妹。是的。出去打个团，25个人，24个妹妹，我一个男的，是你哥。那你好起来了呀，陈老师。那你坏起来了。什么叫爽翻了，大哥？没忘记我有个最优号，忘记了吗，陈老师？今天妹，队友最近上的比较少。包老师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认识很多妹妹？难道你天天偷看我，偷学我的技术？哎，这个不行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嗯，之前不是装逼吗？嗯，是吧？然后呢？你之前装了什么逼啊？不知道啊。走吧，说呀，就吹牛逼嘛，嗯，然后就装的自己很有钱，你知道吧？嗯，然后长沙那个，长沙那个兰博基尼那个卖车那个找我，然后啊，也加个朋友圈，这他发那个图，我刚才发了一句，他发的就那个文案就是。他们那个 SUV， 然后在那里什么车什么之类的，我发了一句你们的车太丑了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我操，这个销售不行啊，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。我说实话知道吧，他越说丑，那您说的对，你看哪里有什么改进的，这个舔起来了，兄弟，只要你能买。牛逼啊，对不对？周老板，周老师还是周老师，只要不愧是梅赛德斯，我他妈是销售，你他妈反正你喷我无所谓，大哥，你只要买我的车，随你。不愧是梅赛德斯奔驰大轿车的拥有者。吹起来了，看来装逼还是你说的。下次你带我去装逼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兄弟。但是兰博基尼挺好看的呀。大哥，那 SUV， 你不看他那，你不看他那个车标，你不看他那车标，那个就跟那个普通的 SUV 一样。他那个头头不也是有点像那个兰博基尼风格的吗？A 门是正版，兄弟，好起来了。
张老师 ，M 是正版爽是吧？他妈的，我就一把 M 是正版，你怎么怎么回事？不能给你，别的可以给你，但是 M 是正版中。别老是在这爽，你别快说动我了，你真别说了。是的，梅赛德斯奔驰大轿车的拥有者，的拥有者上面竟然还有。上面还有他妈氛围灯，哇靠，妹妹的最爱，周公瑾这个渣男，这个 M4 爽呀，周哥，你这，那你真的没枪啊，周哥，你他一进他那个车啊，那种旖旎的气氛啊，哇，我没有战斗力啊，周哥，上来，来这里来这里，我让你有战斗力，来这里，哎，把这城压过去吧，边走边打，这里，不好意思，走错地方了，这里。哎，但讲真的，我坐周公瑾那奔驰啊，舒服的。每次周公瑾在我都觉得自己有个司机。我操！我真不骗你，周公瑾，你当穿个西装戴个白手套，你真的好像个司机。下车再帮你开个门是吧？真不骗你，你问江老韩，不是说我黑你，你知道这叫什么感觉吗？周哥，我带你去拿枪，周哥。这就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，兄弟？只要坐我的车能坐得舒服，那我周某人就嘴角上扬。那难怪那么多岳母娘都想要奔驰、宝马。那真的，这东西是真的好。走过这里，走过。奔驰嘛，就坐起来舒服呀。哎，不是，你给我什么枪啊，哥哥？开起来也舒服。这里啊，你下来呀、啊，哥哥。你在哪里啊？那次周公瑾带我去看牙，我下去他对我招手。我真的好像坐弟弟，你不用那个吗？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你知道吗？那肯定向你招手，我不可能拖了，只是把你直接拖过来吧？贼有牌面，哎，可以了，搞了，抽攻击，他妈的！我搞到你的枪了，兄弟。这个好起来，这个啊。哎，鲍老师，你名字叫奉献，周哥。我的名字叫奉献，我日你妈连 M 四我都给你了，兄弟，你看上哪找得到这样的队友？我他妈哭了，我自己都为自己哭了。是你是全世界都哭了，我也哭了。可以，于是我他娘笑出声来了。哼。鲍老师，啊，周公鸡有没有单背啊？周公鸡来一个。没有啊，大哥。我穷的逼的哥，我收了，给你个枪补，周哥。我周某人收了大半辈子，然后装备给海豹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他妈给我东西还打我？给你东西，来这个。你的名字叫奉献。我真的哭了，鲍老师，我说实话，你这确实得给我刷点了啊！你这他妈每次方面，你这他妈每次刷点，聊着聊着就他妈聊到正题上了，牛逼啊！你这确实得给我刷点，你每次他妈的一天到晚就要。哎，我觉得他，我不是给你了吗，周哥？我觉得他要你刷点也不过分，我觉得的确你这个海报有点不太……我也觉得没毛病啊。这海报你这个的确是有点不厚道，你知道吧？他妈一天到晚就什么？那周哥给你这个，周哥，好吧？你给的都是那些蚊子肉，我他妈给了你。M4，可以，那可以，还给我了是吧？谁有那个拖载版？这是握把，跟家相同，跟个弟弟似的，跟弟弟跟妹妹似的。啊，我现在想要个单背和一个扩容啊，有没有啊？地方单背扩容啊，没有，兄弟，说心里话。我靠，我晃到现在一个单背都没捡着。耶，周公瑾是长沙普普通通的富二代，收租的家里面。吹起来了啊！我们周哥在长沙有几套房，你们简直不敢想象。哎，而且家里天天的蒸肉。你们要想周公瑾他住的地方，他到哪都是十分钟。他在长沙哪个地方他去都十分钟，那证明什么？都是他的家。我家有战斗机，兄弟，手眼通天。我家有个停机坪，每天开飞机的嘛。你家有个坦克。你家真有战斗机，你长沙去哪不用十分钟，一分钟就到了，降落九分钟。站起来了，兄弟。走了，拖车板来一个吧。接手大哥。八倍，你居然有八倍！鲍老师他一般。你有八倍，我就拿98K了。上车。
我长沙的地铁站感觉建设的还不是特别的完整，我个人就是还是比较吹嘘一下广州，广州的地铁是我去过好多地方建设的最完整的，就是你只要出门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进地铁去哪都能睡得到。这是我在4-5年前在广州生活了好几年的一个经验，去哪儿只要进地铁都能到。那我就不知道上海的地铁了，因为我都没怎么去过。你这个有点太狠了，哎呀，有点小疼，兄弟，有点小疼，大哥。哦，正好去带动脑子。哎，你们去广州玩的时候，可以去试一下。真的，你要去哪个项目，你要去哪个景点，一个地铁到了。不过挤是确实有点挤，死亡三号线，抵御西。长沙现在有几条线？3、4条、4、5条。好了，我们去标点那打靶，晚一点去接。我上次还坐了长沙的地铁呢，他那个他买的那个票是一个代币，我的天哪，贼猛！那不是20号多少线？上海哪来20几条线？你开玩笑？十几条了吗？不是，好像十八十九吧。希望长沙的地铁也建快一点，这样的话的确是挺便民的，真的挺便民的。马上就有20条线了，我操！有没有弹夹和背景啊，兄弟萌啊！兄弟，我也想要弹夹呀。这有点小穷啊。哎，希望越来越好。长沙肯定会建设的更好的，因为现在长株潭一体化了。啥意思啊？没听懂。就是把湘潭和株洲就搞到一起了，一个经济圈，老牛逼了。有区吗？就算一个吗？没算一个，但是长沙已经把周围很多那种区县都弄到长沙来了呀，什么望城啥的，那这的，这挺好的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这里有98K，还有急救包，要点了。来了，还有98K。稳当。分量扩容啊。好起来。哎呀，这是急救包，舒服了。嗯。西安饮料，这，西安最怕就西安最怕挖地铁，挖着又挖了几个木林，牛逼，然后又要开始停个一年。之前不是有个新闻，还有那个段子吗？就是在西安里面什么校园动不动就出了一个木林，就是全在考古。又没生意，又没空投。我觉得吃鸡就应该出一个类似于扫描的东西，召唤侦察机，然后就是你捡到一个东西在地上，是不是？召唤一个无人机，然后再飞机飞，然后你用飞机控的时候，就有队友要保在你们身边，你的视角一直都是无人机的视角。哎，我觉得有道理啊！那不是彩虹六号玩手机吗？但我觉得世界应该有，是不是？估计以后慢慢会开发的这个游戏。手游有啊，手游还是蛮先进。手游啥没有啊？手游火箭筒都有，大哥。手游有，还有这种无人机？
过段时间他妈的估计要哦，我的天，哎，怎么空投掉脸上了？多牛逼啊！啊，我一抬头就看到个空投。iPad 现在挂还多吗？不多的话，明天早上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直播，就不修，然后玩玩 iPad，iPad Legend。哦，那个游戏我玩过，就是 Apex 英雄 ，Apex 英雄，或者我去玩逃离科塔夫，塔科夫、那个、可以啊，那个可以，枪没准新的那个，那个好硬核。周某人单方面建议你玩三国全面战争，霸王、那个。现在七载嘟嘟的飞机，那个黄金那个有 CSGO 硬核吗？什么？我操，比 CSGO 硬核多了，那个比他硬核好多，比他硬核多了，兄弟。那个终极无敌爆炸硬核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东西会卡壳弹的，啊，不对，卡弹壳的。你带三级头，比如我们这三级头，李荣浩视角。然后它里面，你如果是晚上就黑不溜秋的，巨他妈黑。那个枪的后坐力就跟真枪一样。我以前玩过那个英文版的，超级硬核，枪没准心那个。打人非常、啊、现在出中文了，所以好多中国内的人去玩，可以联系、啊、谁有那个握把跟枪头吗？可以的，你死了你就没有，你死了你就真没了呀，身上东西掉光呀。他一大概的玩法就是一个地图，20个人左右，然后在那搜物资，然后就往那个指定的点地方逃离，然后把东西带出去。你还能抢他们的东西？枪在哪？啥玩意儿这是？没有，你们真的看过那个逃离塔科夫那个李荣浩视角吗？没有。太牛了！山上啥情况？明天吃鸡维护9个小时。那今天赶紧趁机又多玩一下吃鸡啊！明天。白天玩不着了，你们想看的话，明早想看我就播；不想看的话，我就睡觉。逃离塔科夫。哎，今天晚上我下一个游戏进去玩一下，试一下。不想播英雄联盟了，英雄联盟现在已经对普通玩家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，全都越做的做给职业选手玩了，我感觉。太平衡了，没有那种一打五那么爽，而且是个情绪病游戏。上一把队友挂机了你，还跟你对喷了，你可以忍一局，第二局你又可以忍一局，第三局别人坑你，你立刻爆炸，情绪病。然后一传二，二传四，四传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我操，有车来了。这是找声音来了，声音来了，声音来了，声音来了。找大路，马路的，马路的，马路的。人还没了，人还没了。妈的，抢老子人头，畜生！我操，一枪没中，让他逃进去了。躲厕所里面了，躲厕所里面了。我操，这让他逃了，这哪个畜生抢我人头，我操，傻了。嗯，哦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我睡觉不行，我裸睡的。我操。未成年人不能看的，吓坏了他们。弄一个付费观看模式，私密加看，加个房间密码，太变态了。那个蹦蹦死了吗？海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我前面，那我前面卖点卖堆里，我咋看不见他呢？在这里晃晃悠悠。哎呦，那人都被抢了，我要找到那把 SKS。哎，包老师，你把谁杀了？包老师，牛逼啊！我要找到那把 SKS， 抢我人头，摘走。有点牛逼啊，包老师。厕所那个人还在厕所里吗？搞不太清。真的还在，还在厕所里，还在厕所里。
我这个糕点感觉一般是高手蘸糕点吧，像我这种蘸糕点有点找死的感觉。海豹带个弹夹回来呗，海豹。我能带个八倍回来，别带不了。八倍要吗？八倍。来来来来，舒服。我现在再捡一口。三个。厕所都倒了。太牛逼了，厕所几个？他们在往上面爬。我想问一下厕所几个？厕所还是一个吧，一个厕所就一个，厕所就一个。倒了倒了倒。鲍老师，你那里缺两个。鲍老师三个没事，我怕你被干的。哇，真的硬啊这个。鲍老师啊，你死了。打了一枪，我来支援你，我从这边绕上去支援你好吧。哇操，硬是爆炸支援。鲍老师我来了，硬是开摩托车。好一个，这几汉皮认雷了，认雷队友呢死了，灭了，操，哇操。哎，周公姐给我带个锤子握把跟枪头回来，还有一些饮料就行了，谢谢。可以。那个厕所又进去人了，我靠，你是不是人头被抢了？没有没有，救了。算是那边八倍，真的是我捡到了，大哥，锤子握把枪口，这太硬了。这他妈怎么捡不太下，是什么情况？终极无敌爆炸打公牛。哎，为什么厕所两个？对，厕所两个。开摩托车的。啊，好啦，你活哥哥，拖塞板马上。我要握把跟枪头就好了，还有一些饮料就好。OK。都不要。拖塞板。他给我躲。哎。我把这个我放。人在跑。没在裸奔。205。看到。大哥，我建议走，我建议去防区，这里太危险了。走吧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这里太他娘的危险了，兄弟。贼恐怖。来来，我给你整一下。枪口握把和能量饮料是吧？可以，这我们都安排上了。给你先舒服一下。那边还在跑，200方向。看到。来了来了。200方向。补偿器这个。能量两三瓶 ，OK， 在这里。上不上三个，上不上两个？阿姨，这里啊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有车子自动在跑？在跑，210。200方向，裸跑。中一枪，一枪 AW。发了一个。打了一个，我操！还有一个在跑。又中一枪，哎西巴打工了。哇，有车来了，看看来，扫后面，打，来扫一个，空投的，放一枪一打不了，空投那里空投40方向不要点，只差一枪这个逼，厕所前面那个石头。压过去，拉上去，要进圈，拉上去。嗯，别打了，打中哎！完了，打倒一个人被扶起来了，神器。左边是左边的，右边的。刚刚厕所啊，这边封烟的两个，先赶紧走。我这里，江老师，我好像能救江老师，扔个烟呗。等一下，我在打人。OK， 我在这里清空你的家音。嘻嘻，来了，扔个烟。我怕你遭遇不测，大哥。舒服了，江老师。哦，后面还有人呢，兄弟。右边右下角剩一个，我补掉了一个。有车来了。
右边。我去你妈！江老师啊，他可能原地扔个烟吗？江老师。人家头顶的就搞定了吗？海豹兄弟啊，你这一波不能又摸两个，不能又摸两个，不是往上面走。我这个位置看看，我这个位置还有人呢。我死的也太惨了吧！没事，石老师，你名字叫奉献，叫伟大，要实际的了。开始自我陶醉了啊！开始给我洗脑了是吧？到对面去了，这把要吃了，这把要吃了。对面搞定了一个，压过去吧。推倒了一个。哎，后面这个人呢？你帮我架着，我压过去了。那个坑里还有一个。哎，后面的人没了。你们站着这防区吧。370，进来这把枪，干了不好意思。怎么感觉像趴了个人，吓我一跳。没事，三堂。刚刚后面那老兵，来，到我这，到我这。我从防区这边能绕吗？不知道我近点有没有埋人，但是我脚下有。别急吧，守着这个防区。还有两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不打别打他，我炸死他！兄弟们，给我蓝战飞一个面子啊！打了两枪。哇，我让我来，我来，我要插一个人头，插！